好，开始上课了。嗯，依依呢？啊！终于赶到了。依依，你迟到了。对不起，买包子错过校车了。包子也迟到了。同学们，数学考试成绩出来了。依依，你考多少分呢？你又考了多少分？100分呢。100分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认真复习也能考100分。卡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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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别的地方玩吧，今天我要复习呢。我的课本呢？哎呀，我的课本忘在学校里了。算了，先打扫卫生吧。今天依依怎么回事？像炸弹一样啊。可不，上学差点迟到，包子也洒了，数学没考好还被罗克嘲笑。铁桶侠出现了。都给我出去，我要搞卫生。卡布卡布卡布你们怎么坐在这儿啊？洛克呀，我长话短说吧，可是又说来话长。简单的说，里面有一颗炸弹。原来是依依发脾气了呀。都怪你罗克，搞得我们都被炸出来了。啊，是我吗？你嘲笑依依考得差，他才会生气呀。你这就不对了，就算考得好也要有风度啊。快去道歉。又是我。依依你好啊。依依，我是来道歉的，我不是故意嘲笑你的。你给我出去！哎呦！怎么被赶出来了？罗克，你又惹他了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被他赶出来了。嘿嘿，一定是说错话了，交给我吧。你可以吗？伸手不打笑脸人，肯定可以的。嗨，依依，你干什么？吓我一跳。依依，我们出去玩吧，一起玩心情会好很多哦。不去。去玩吧。不去。那我来帮你搞卫生吧。哎呦！我刚刚才擦干净的。救命啊！第二位铁桶侠出现了。救命啊！铁桶侠滚出来了。气死我了，都能回去开心。我小心我擦你的脸。很危险的。加油加油。依依，我们表演节目给你欣赏。加油加油加油，没心情，别来烦我。卡布，气死我了。卡布卡布卡布，你也别来烦我。卡布卡布，你要出去。卡布依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们一个个都来惹我生气。罗克国王他们都是想来安慰你。还有，为什么要赶走卡布呢？妈妈，我……快去跟大家道歉，把卡布们找回来吧。
不起大家，我脾气太坏了。没关系的，我也有错。依依，你真的没事了吗？炸弹拆除了。卡布琼呢？刚刚还在，怎么不见了？卡布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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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布啊，卡布琼，卡布琼，卡布琼，卡布乔，对不起，我是来道歉的。真的，我追过来就是为了道歉，不要躲着我了。卡布乔，你快出来！卡布乔，卡布，卡布卡布，卡布卡布，卡布卡布乔，卡布乔，你快过来！卡布卡布卡布。加紧惩处，快把这些石头搬走。是。哎呀，你们要挖多久才能救出依依呀？这样很难救出依依的，我们需要钻车才能把依依救出来。交给我吧。已知石头堆的深度为720厘米，而我们的钻头每秒钟能钻4厘米，那么需要的时间就是720除以4等于180秒，换算成单位就是3分钟。卡布卡布，让卡布变成工具吧。卡布卷，卡布锥，还有卡布棒，变成妙数学棒，万能的工具，变成妙数学棒，卡布战神器。卡布棒，卡布圆，还有卡布锥，变成妙数学棒，卡布妙妙妙。卡布棒，卡布圆，还有卡布锥，卡布圆，卡布锥，还有卡布棒，数学棒变成妙，万能的工具，数学棒变成妙，卡布妙妙妙。罗克，妈妈，妈妈。
卡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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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不起大家，我以后不会再乱发脾气了。卡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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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依依，你要记住，别让坏脾气影响自己呀。嗯，这么说，依依以后不会乱擦我的脸了。那可不一定哦。小朋友们，在本集中，罗克运用了除法计算，成功救出了依依。那么我今天就说一下除法吧。除法是四则运算之一，已知两个因数的积与其中一个非零因数，求另一个因数的算法，叫做除法。两个数相除，又叫做两个数的比。若 AB 等于 C，用奇数 C 和因数 B 来求另一个因数 A 的运算，就是除法，写作 C 除以 B， 读作 C 除以 B。 其中 C 叫做被除数， B 叫做除数，运算的结果 A 叫做商。这个就是除法表了，记住之后计算除法的时候可以更快哦。花花，你拿照相机要拍什么？我要去拍森林精灵啊。森林有精灵啊？精灵？这个世界怎么会有精灵呢？你是不是看错了？不，我那天亲眼看到的，它发着绿色的光芒，在空中翩翩起舞，漂亮的不得了呢。啊，精灵是原马精灵吗？如果真的有精灵，我也好想去看看。不如今晚一起去看吧。好哇好哇，你们这是在浪费时间。我们别管他，今晚森林见吧。好的好的。准备出发了吗？我带了相机。我带上了手电。我带了担忧和害怕。卡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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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虽然不相信有精灵，跟上看看什么吧。卡布，花花，我们要走左边还是右边呢？我忘记了。上次是走左边还是右边呢？我算算，走右边，走左边，走右边，走左边，方向都搞不清楚。那边有动静。是精灵吗？啊，是精灵。哎呦，尤比亚 Q， 别发光啊！是精灵出现了，大家分头去追。我们走，我们去这边找。小强，我们去那边找。太好了，我会跟紧你的。精灵在这里吗？卡布，卡布，卡布。好像有声音啊。
那边好像有声音啊。精灵，是你吗？可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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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他们应该明白没有精灵了吧？怎么样，找到精灵了吗？什么都没有看到。我听到了猛兽的声音，太可怕了。洛克说的没错，根本不可能有精灵。有必要 Q， 我们走吧。在那边。罗克。我来看看找到精灵没有。我说的没错吧，这里根本就没有精灵啊。哼，不信就算了，我自己去找。卡布追，我们走。卡布卡布。霍霍，一个人太危险了。快去把他追回来。走。精灵啊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那是精灵，等等我呀。卡布卡布。相机。卡布卡布。没事的。卡布卡布。卡布，快去找人来救我。卡布卡布。花花花花花花，你快回来。卡布花花。卡布卡布追花花呢。卡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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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花花花花，你没事吧？我好害怕，大家快救我上去啊。要怎样救他呢？首先我要知道坑底的长度。花花从坑的这边走到另一边，告诉我一共走多少步。坑里好黑呀，我不敢走。趁着光芒，你快走过去呀。好的。原来花花说的精灵就是这些萤火虫啊。萤火虫？萤火虫是一种小型甲虫，它们属鞘翅目萤科，因其尾部能发出荧光，故名为荧光虫。想不到小小的昆虫也能把森林照亮得那么好看。罗克，我一共走了42步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做一个楼梯，让花花走上来吧。你知道花花一共走了42步，再估算每一步是25厘米，等于深坑的长度是1050厘米，估计每节台阶宽15厘米的话，1050厘米除以15等于70节台阶，所以变成猫，你要做70个15厘米的宽方块，拼成一个台阶就可以了。好的，知道喽。卡布卡布，让卡布变成工具吧。
卡不卷卡不追还有卡不放，变成鸟数学班万能的工具，变成鸟数学班卡不沾香气，卡不放卡不圆还有卡不追，变成鸟数学班卡不喵喵喵，卡不放卡不圆还有卡不追，卡不圆卡不追还有卡不放，数学班变成鸟万能的工具，数学班变成鸟卡不喵喵喵。这些萤火虫像精灵一样漂亮，说他们是精灵也可以。花花，爸爸，你没事吧？我终于和精灵合照了。花花好棒啊！米尔卡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发光。你又不是萤火虫，怎么可能？你看，谁说我不行的？很棒，你继续。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猫老祖，我今天就来说说萤火虫。萤火虫属鞘翅目萤科，是一种小型甲虫，因其尾部能发出荧光，故名为萤火虫。世界上约有近2000种，我国较常见的有黑萤、姬红萤、窗胸萤等几种。萤火虫依其生活环境区分为陆栖和水栖两个大类，前者占大多数。萤火虫在夏季最为活跃，一般来说，多数种类是在日落后开始活动，而且大多在晚上8点、9点停止活动。不要再说是小仙女了，她们的名字叫萤火虫。